恶意欠征欠款，依法不用，难度停除。年关将至，中央公安机关严厉拍击恶意拖欠工资、欠征盗匿等犯罪行为，维护工程界合法狂业。近日，中央公安机关杨虎梗西抓获拒不支付劳动保障界犯罪嫌疑人林某平，并将其依法刑事拘留。上个月15号。中央公安机关至到中药区南乐镇湾甲社会保障局提供的线索，称中药区一酒吧经营者林某平拒不支付劳动补偿。接报后，刑侦大队立即联合赤鹿派出所开庭调查。经查，中药区数个酒吧经营者林某平在经营期间，拖欠李某、薄某、平某等58名员工2020年9月至10月的证金约33.85万。中药区南乐镇湾甲社会保障局责令限期改正，但林某平仍拒绝支付劳动补偿，并逃离赤鹿镇，其行为涉嫌犯罪。澎湖民警正式发现，犯罪嫌疑人林某平被捕广西南宁市车小区一烟鬼吧。随后，公安机关立即组织警力前往抓捕，并以本月16号到南宁警方的协助下，将林某平抓获归案。警察林某平对其拒不支付劳动补偿的犯罪事实竟然不悔。现在打算就是跟房东协商一下，看这个保证金拿一部分出来，然后我自己去找亲戚朋友再借一点，实在不够的话我就打工还给他们嘛。现在我还钱天经地义，这个欠人家钱肯定是要给的。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平已被刑事拘留，案件审理及强征对调工作仍在抓紧进行中。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人事部门的一个沟通联系，严厉打击查处这个欠薪行为。一旦达到那个立案标准的，我们将一律列为那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在前明早，另外区一工地的工程和工头魏某等人个相同个。未经批准就采取非法邮件的方式途径，甲官七名涉嫌相同或参与非法邮件的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参加指示非法邮件的工程有20多人，均为国税务院工地的工程。伊人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就在安徽者工头魏某等人界相同的进行非法邮件，企图拖长被拖欠的工资。在日明早7点外起。由邓某强等六人交给土井白摆及采机，从新开片区的工地出发，一路非法游行到市区金沙东路黄山路口。获悉这个情况之后，另外公安分局新开边防派出所立即出动警力，高调紧急处置，防止事态扩大，并将相同工程非法游行界安徽者工头魏某及六名带头游行界工程带回去派出所调查。警察参与游行的工程，因不满工资被拖欠，到规模界相同的上路邮件。为此，新开边防派出所会同另外区劳动监察大队，第一时间调集国税务院工厅界陈警方、广东南华警毒集团有限公司，交派出所协调改革问题。经多方协调，由广东南华警毒集团有限公司现场向国税务院工地的工程支付被拖欠的工资110多万元。鉴于这次邮件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而且对道路通行甲交通安全造成直接的影响，公安机关对相同非法邮件界违法嫌疑人魏某予以行政拘留15日，对参与非法邮件界邓某强、刘某总等六名违法嫌疑人处以行政拘留5日。根据我们调查，上述人员已经涉嫌非法游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我们公安机关对他们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无论是相同工程非法邮件的人员，还是参与非法邮件的工程，均为此感到懊悔。涉嫌违法了吧？后悔肯定有点后悔嘛，因为没有法律意识，造成了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了吗？我确实有点过激嘛，当时就是脑子一发热，不是就是想掏回自己的血汗钱嘛，也没想到这后果那么严重。公安机关多次也提醒广大农民工，要通过合法渠道和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奉劝经营者或者老板、包工头及时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切勿以身试法。
我们希望农民工哈，这些农民工朋友们能够合理合法的这个面对这个解决这个欠薪问题，不能有过激的行为。倘若触犯法律，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打击处理。在此，我们公安机关特别提醒，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板和包工头，提醒他们一定要尽快的结清农民工拖欠的工资。倘若他们一直拒不发还农民工拖欠工资，情节严重的，我们公安机关会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由市委双塘堡市侨务局主办，沙头杨梅集团广东调解院、沙头文化艺术学校新派界西海调音全球调解票友会活动自开展以来，深受海内外戏迷朋友、调解社团的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掀起了保护甲传承调解艺术的热潮。落来，活动迎来了重头戏，十家调解票友甲调解名家等将共同演绎戏剧中国文化。是寡日，文化正道紧张彩排档，现场精彩风听，亮点不少。两日来，山头杨梅集团综合剧场调音亮亮，因素个人员正落经老密告个走台排亮，到导演个指挥下，大家不偏个甲舞台、乐队、灯光等真正配合，以达到最佳个演出效果。这个词获得十家调解票友界杜平诺甲杜晓广两人，将到文化界第一个上麦。戏剧歌舞《西海》更调声当展开，伊人唐安虽然此赛已经多次上台，但到《西海》调音全球调解票友会就在高规格的舞台上亮相，欢喜再一次有这样紧张。但导演的调解名家虚心指导，让伊人收获更多。那有庄阳老师甲导演吼，来往直接操演去双票友呐。譬如像去个体制操，像去讲义啊，吼，包括那动作啊，舞台啊，形态个像去排放啊，各方面都得到了非常大个帮助。有变到直路从初赛、复赛到二定，遐去个颁奖晚会，我是感觉呾非常之荣幸。台北个现场，我还发现一张熟悉个面孔，潮汕都名小兵员王随干兄。咦，一超车，昨年也来彩排调解呢，人倒是惊大偏张，呵呵，牛咪，原来水哥兄也是一名资深的票友，伊自细就得经营调解，平时啊样样强着规矩。伊这次个任务是表演融合调解甲相声个创新方案，名家甲票友，带来对典型调解的误解，谈话声强强，这种强强已经好少人会听了。人调解也非常恶美啊！啊，陆律师也强啊，念啊，打，伊就咩拢着，样样顾穿，咱个样样无诶。啊，你做啥行业来好就是，感觉非常好，因为非常心疼，有可能退休单诶，买点点高档食食，就做些创新啊物件出来。吴小江是名家个票友，张麦界创作者甲演出者，伊呾虽然参名字个张麦界拢是个老员工，但对大家来讲，欢喜一种挑战。这个展望呢，就是可以那是让山头啊，这个空口相声的收藏啊，本来啊，这相声我个是从来相声从来明白的，但伊就算是等于是咱个博哈，所以只做咩呢？打起来是对之长，所以就当一时到这个大太就算走呢，就大概有点这个大家啊，仓仓促促啊，要点紧张。台北南王党还有另外一个熟悉的身影，伊就是山头电台客家张麦主持人陈安。此次伊个朋友带来个张麦是南声四定强、红山塔、苏亮丁，响应每声个唱法，音乐调节个形象，这也是对潮汕传统文化个一次传承。四定强呢，就是四人就是四个声部，很多呢既有亮强个，也有大平白个风。红声、花声，哦，就等于呾，直接相等于话改编成功，成为四定强咧，伊就会增强伊个层次，声音个表现力咧就更加丰富。啊，就是咧，就呾丰富，咱对调解相等个理解，然后咧也以一种比较新个形式去表现咱个传统调解。
这次客外中国文化来用的形式拢有所创新，正是一场老年人爱听、后生人也喜欢的文化，特别期待。搭卡车甲电动坐轮车走入过路口，这个本来咪一个问题，因为按照规定，要落车从半边山顶推行过路口，但现实上却有人经常直接搭过去，这是造成交通违法行为。虽然轻微，却可能引发大事故。为此，市交警支队、金平大队、红灯队就开展矫正行动，通过将违法者举牌劝导的方式，规范市民过路口的秩序。日常中，卡车、电动车通过人行横道无落车推行的现象是有发生。针对这个阻碍，交警警惕五中队联合街道办事处，指责了卡车、电动车横过马路劝导牌。到东山新兴路口，民警查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就将违法者举劝导牌，并劝导其他过路口未落车推行的车行人，配合现场交警的执勤管理。电动车过马路、过斑马线，无落来看，就落来看，以后就落来看。我昨晚都唔知有只规矩，一种特殊情况咯。我只要推惊，只要只要推惊。正常规矩都冇咯，我谂影就蛮好爽。你个骑双筒加轻头啊，真系。对重度轻微违章行为嘅非机动车骑行人，民警也拢耐心劝导。你骑行的车叫做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啊，非机动车的驾驶也需要遵守相应的交通规则，比如说靠右行驶啊，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在斑马线下车推行啊，你要懂啊，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好不好？啊，谢谢你配合，麻烦来帮我们协助一下。那今天有个双窗的主导就是我来拿到水台的，就是拿大车、电动车横过马路，请落车推行，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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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过来，来来，是。到现场，轻微交通违法者拢积极配合，劝导他人不免通行。下车推行啊！啊，下落。让这个非机动车的交通参谋者清楚地认识到非机动车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重点在几方面，比如拿高油行驶，行斑马线，你然后通过交车路口的时候落车推行，支持，是，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春在林间，土生处处养暖溜。最近，甲协党政甲热心组织陆续开展迎新春送温暖，向有需要的群众发放慰问物资、送上关爱，并开展防疫的双窗。明早，金平区消防员街道党干委、办事处甲金平区慈善总会、汕头市疫情华海慈善义工协会、爱心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举办2021年华蒙地作日春在，清洗社区，以暖民心。迎新春送温暖，以木星防控双团活动，香客区29个社区界3300多名空人口及长情人家庭发放慰问金，以及大米、食盐油、面皮、内盒等过节物资，总计得165万。往做的这个是地无空气吼，因为受到政府工作关心，内心是非常充满感激啊，非常欢喜。整个街道的低保户数、残疾人数呢，占全区同类人员近1/4的量。我们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呢，高度重视呢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和关怀，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呢，积极筹措物资分发给各个社区居委会，由各个居委会呢分批送给困难群众，让大家共度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金平区甲小公园街道有关领导，花灯门慰问黑区界特困户甲行动不便的老人。向伊人送上过节物资甲礼包，哎欢喜，咱也好政府欢喜感激啊！啦啦，真实实在是过好过好，过欢喜。活动现场花开点木青防控双窗，向社区居民发放防木倡议纸，并通过各社区居委会向空人群众发放500只防木口罩。近日。重新河区义工大队联合多间爱心医院开展爱心送温暖活动，乡客区及周边乡镇特别10户空人家庭发放大米、食盐油、面皮等物资，
以及罗饼至西饼福鼎的威武店。贵啊，油啊，面啊，米啊，钱啊，我讲得非常感动的哟。感谢乡里做乡乡总工第一号，获得小孩子接亲人来前提村庄一家，哦，大虽然大听意思听。活动现场，多间爱心会也派出专家卫生，为基层群众而为而讲，生为生药，并开展目前防控双窗，受到群众的欢迎。目的呢，就弘扬这个社会的正能量，啊，让大家加入这个爱心的活动中来。同时，我们也做好疫情的一个宣传、疫情防控的工作。大家怎么不要聚集啊？保持这手的卫生，还有戴口罩啊啊。尽量少出门。村在林近，土生土处养卵了。最近，甲协党政甲热心组织陆续开展年新村生温暖，向有需要的群众发放慰问物资、生长关爱，并开展防疫的双窗。明早，金平区消防员街道等岗位、派事处甲金平区慈祥总会、汕头市疫情华海慈祥义工协会、爱心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举办2021年华蒙地作一日村寨清气社区以暖民心，迎新春生温暖，以木星防控双团活动。香客区29个社区界3300多名空人口及残疾人家庭发放慰问金，以及大米、酱油、米皮、奶鸭等贵族物资，总计得益65万。往早的这个你无空气吼，因为我受到政府工作关心。来是不是非常充满感激啊？非常欢喜。整个街道的低保户数、长期人数呢，占全区同类人员近1/4的量。我们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呢，高度重视呢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和关怀，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呢，积极筹措物资，分发给各个社区居委会，由各个居委会呢分批送给困难群众，让大家共度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金平区甲小公园街道有关领导，花丁门慰问黑区界特困户甲行动不便的老人，向伊人送上过节物资甲礼包。欢喜，咱来好政府欢喜感激啊！啦啦，真实实在是过好过好，过欢喜。活动现场花开点木青防控双窗，向社区居民发放防木倡议纸。并通过各社区居委会向困难群众发放罗棒节防木口罩。近日，重新河区义工大队联合多间爱心会开展爱心生温暖活动，向黑区及周边乡镇直接10号困难家庭发放大米、酱油、米皮等物资，以及罗饼至西饼福鼎的慰问金。贵啊，油啊，面啊，米啊，钱啊，我讲得非常感动的哟。感谢乡里做乡乡总工第一号，获得小孩子接亲人来前提村庄一家，哦，大虽然大听意思听。活动现场，多间爱心会也派出专家卫生，为基层群众而为而讲，生为生药，并开展目前防控双窗，受到群众的欢迎。目的呢，就弘扬这个社会的正能量，啊，让大家加入这个爱心的活动中来。同时，我们也做好疫情的一个宣传、疫情防控的工作，大家怎么不要聚集啊？保持这手的卫生，还有戴口罩啊啊，尽量少出门。最近，多市区安化街83号附近的不少居民拢饱受困扰，因为楼顶有做好冲到高空抛物的路线，不时从楼顶过十米落来，让楼下的生活和过往的行人是慌不胜慌。这段手机视频显示，安华街自动楼顶部的一户人家，不停地将一撮大棚杂物高速牵挂，完全唔顾楼下行人的安危。据介绍，当时不少应该铺好，拢故意行到出下桥，过往行人也纷纷躲避。遐到路边的一只汽车也挡了招。饭盒啊，那些纸巾啊，什么的东西都乱七八糟。啤酒盅啊，矿泉水啊，被塞少了啦，看唔到一个人，所以只就冲出来的啊。我就搞就是能看见，然后我放只车啊，我加打掉。高空抛物是一种陋习，也涉嫌违法，可能伤及无辜，甚至危及生命。根据相关法律，高空抛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瓦窗受损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刑法修正案十一也明确规定，从强盗物或者其他交通炮弹物品侵占严重罪，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是构成其他犯罪罪，依照处罚加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此，附近的商家住户纷纷强制制定不文明行为，也希望交通泡沫的住户能及早收手。人走过这里，一个小石头丢都可能砸死人。哎呦，有危险啊！你话佮说朋友落来，你佮打电话呢？小吃是天海区东岭镇一名保洁员，负责当地收龙虾、炖西炖的垃圾打捞工作。但近半年过来，伊个工作却因为水落到河面顶个挂掉老光线而苦恼。或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日记者到东岭镇收龙虾、炖西河炖台沟，只使用掉更多不易个光线，从河道对位两只窗处横跨正个河面。保洁员小吃打，伊每只负责打捞河道上漂浮个垃圾杂物，但只说光线造成沿河垃圾积聚。甲伊个工作带来了不少困扰。水管啊，点点啊，水啊，个啲生路搞，用来搞只都无。我来个正业妈咪，得个无斗灯，你无变物料好当只都无解物料了。得个斗灯，你顶边有搞入山地界，正业地界非常危险。你若得个落地水，你一碰着顶边人也爱生蛇。小吃摊，这所广线原本是横跨到老街边头。去年，当地有关部门将旧桥拆倒，重新建了新桥，但这所老广线却无重新布置，任由伊人随了到河塘。伊也曾经将问题反映本相关部门，但一直无下文。为此，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以重视，尽早处理。引起各有关部门个同事，只要物件来个往事有处理好，包括商业方面来做工课，理解也是过呀的噻。近年来，茂名顶替塘南一拍，到底塘南人生几只发生巨变的事，不时被爆出。如何治理茂名顶替一拍的问题，备受关注。昨日提请审议界教育法修正草案，就以政治部明确茂名顶替一拍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界将被追究刑责。教育法修正草案之所以针对茂名顶替做文章，是因为近两年三曝光的压力事件。自在山东省教育厅学生处就正排查出542名涉嫌冒名顶替者，共涉及14所高校。日至近年来，包括刺激岭、罗彩霞、兴罗诺、邓春秀、兴丽丽等案件到来，多一届届违法违规者落笔的同时，北斗去不请邓获理，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根据草案，通过提供科技材料、恩望事实真相等欺骗手段，冒用他人姓名在入学资格等第二拍届，或将被撤销入学资格，并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直至3年。已处的合规合理等资格将被撤销，已经成为公职人员届将依法予以开除处分，构成犯罪届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行将是对冒名顶替者直路交代。过去对于冒名顶替者，直播只能够用使用科技身份证件、导引身份证件做等罪名而已停发，但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导引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外地替我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组织只在他人实施状况行为界，依照状况的规定从重处罚。根据教育法修正草案，构成犯罪界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对立法从严、停止冒名顶替入学者的呼吁和强调，有利于尽力抢夺界不法分子，强迈双手触碰交易线。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一张入学通知书可能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开单是挡着泰山。其所大大范围的冒名顶替者，为了一己私欲，颠覆教育的公平，侵蚀他人的权利，理应受到尊严里的惩罚。修订教育法草案向冒名顶替者开刀，释放出来界，这是维护教育公平、依法更得责备界强烈信号。